一场比赛系72公斤级 Ivan 世界泰拳大满贯嘅决赛，由马来西亚拿美尼对以色列格拉格。第一回合开始，戴着蓝色拳套的是来自以色列的格拉特，戴着红色拳套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拿美尼。那今场谁胜谁负呢？赢了个将会成为72公斤级 Ivan 世界拳王。今天见到啦，其实格拉特呢，其实他占尽优势，因为他前一个回合呢是用一个击倒去取胜，咁就悭返唔少嘅气力。反而呢拿美尼呢有少少劣势，就是因为打足三个回合先分到胜负。咁高度都有少少优势㗎。咁格拉特呢是高过拿美尼嘅。咁但係开赛呢初期呢大家都係势均力敌嘅啫，都唔会话有咩优势嘅双方。咁啱啱见到格拉特踢脚呢高咗踢仲拿美尼呀。咁双方虽然佢嘅磅数係比较重啦，但係双方十分之敏捷，大家睇到嘅。大家分开的时候啦，身高的优势都冇咁觉啦，但系一埋身的时候咧，好明显啊，格拉特咧企喺度嘅时候咧，优势系比较高少少嘅，费沙咧就会吃力少少啦。你见阿费沙咧都好小心噶，拳双拳咧都好似护住个头啊。突然间呢阵咧，格拉特咧就有啲优势啊。咁格拉特头先尝试揿低拿美尼嘅头啦，希望用可以用膝撞撞到佢个头，但系拿美尼咧都好明白佢究竟想做啲乜嘢啦，即刻护住个头，幸保不测。好嘅，比赛落去嘅时候咧，大家仍然有少少试探嘅性质啦，未搏准嘅。咁一路打落去嘅时候咧，其实大家都系睇下几时可以揾到一个空隙，打出自己嘅节奏。今日見到格拉特啦，其實佢嘅反應十分之快。藍美尼一出擊嘅時候咧，佢已經喺第二路度咧繼續進攻，中斷咗藍美尼嘅攻勢。話未完啦，一個掃腳咧對費沙咧有少少嘅威脅。咁啊，李 Sir， 咁我哋依家去到呢一场嘅总决赛啦，你有冇边一位系你心水咧？呢场咧，你头先都讲啦，两个一拍埋咧，双方嘅体型咧都有明显嘅优势啦。咁你知我讲边个咧，胜算会高啲啦。咁既然李 Sir 咧去睇好啲格拉特咧，咁啊，大家拭目以待，睇下会唔会真系好似李 Sir 咁讲啦。都是套用个老话啦，一胆二力三功夫，个力量咧同埋个体型咧系占好大嘅比重嘅。第一回合完。第二回合开始，双方都是啦，严阵以待啦。咁啊，杰拉特咧就用个前手去顶住 keep 住个距离同佢打。咁其实大家咧都系采取紧稳手突击啊，睇下其实对方会唔会有一个空隙俾自己有一个餐匙食到啊？咁究竟边一个等到呢个机会呢？争啲捉到个餐匙啊！黄金争啊出咗啊，但系打唔中啊！如果打中了相信是一个几大的威胁。
咁好啦，转头会唔会俾格拉特攞到一个机会呢？哎，原来格拉特呢一个右争啊，打中阿南美尼啊！而家权证啊，好紧要啊！哎，权证示意咗，格拉特赢咗呢场比赛。比赛结束。Now, Master Kim is presenting the champion with Iwan.